欢迎收看福音战士每周新闻，以下是本次内容。电影新奥特曼将于2021年上映，暗夜秀明将作为企划脚本参加，脚本检查稿已于2019年2月5日完成，将在新福音战士剧场版完成后正式加入通过真嗣监督的团队。斋藤工将出演主角，长泽雅美与细岛秀俊也将参演。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《死与新生》也有真心为你两座于日本各视频配信网站登场，收费模式为租赁或者按次收费。随时随地都能坐的背包 Expect 与福音战士的合作款式登场，在 Expect 功能上添加了 NELF 标志设计。来自 Whatever 玻璃沙系列新作款式登场，是将海滨赤红大地以特殊手法印刷在玻璃沙上的长袖衬衫。福音战士世界观的帐子纸隔扇纸登场，有 EVA 驾驶员五人、EVA 机体与 NELF 标志款式。来自工作品牌 AT Field 福音战士桶圆凳登场，是以 EVA 的机体为印象的圆柱形凳子，有零号机、初号机、二号机三种款式。感谢各位观看，觉得这期视频不好的话你可以点彩，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不妨点一个顶，关注一下我的频道给一个硬币。大家下周再见了。